白边和勒夫。北京时间8月10日，据迈阿密记者迈克尔·肖夫纳报道，骑士队对热火队中锋哈森·怀特塞德很感兴趣，而且可能用特里斯坦·汤普森和凯尔·科沃尔作为交易筹码。上赛季，白边和热火队的矛盾加剧，今年夏天，多个消息源透露热火队一直在兜售白边。据迈阿密记者迈克尔·肖夫纳透露，骑士队对白边很感兴趣，而且可能用特里斯坦·汤普森和凯尔·科沃尔作为交易筹码。如果这笔交易达成的话，那对于骑士队的5号位是一个升级，而且能够拉开空间的凯文·勒夫很适合与白边搭档内线。